下雨了，所以延期了2小时。现在有我姐、林晨晨，还有糖糖，还有世智男。我和世智男一人点了一半的 Subway， 他们吃披萨。那真的很难吃，他点了这个半个卷还不够，还要这边再点一份 pasta， 看着有点恶心的感觉。吃完东西，现在坐在座位上耗时间。这边空调真的好大，今天真的是失误，我竟然忘记要穿长裤了。不过还好，我带了一个很厚的袜子，就是滑雪的时候穿的那个。座位上很冷，所以呢，就先把袜子给穿上了。我本来是打算在飞机上的时候，就是睡觉的时候还可以穿上这个，还很舒服。买汤圆。什么啊？我操！很无聊，就在这里商店逛一逛。哇天，这里面糖果里面还有虫子，还有这种绿色的，里面也有，就是好多蚂蚁，好多蚂蚁。蝎子。哦，不同颜色，里面不同的虫，也有这个东西，还有这个。这个是蝗虫的那种东西啊，这个还有什么蜜蜂？哦，我以为是知了，知了很大只，要不然我们买一只尝一下吧。神经病啊！尝一下这虫子什么样？哎，阿拉伯，这个是什么？你看，这个像蛇一样，这么长。对啊，像蛇一样的 QQ 啊，这个头太长了。这块区域简直是我的最爱，全部都是酸酸的糖。哪里？哪个？这里全都是酸的。我们现在终于登机了，因为天气不好，我们等了大概3个多小时，现在10点多，我们才上飞机。到那边，到拉斯维加斯的话，大概都已经凌晨1-2点。现在是早上10点，我们今天8点多就起来了，昨天晚上4点多到这边都好困呀，才睡了几个小时。但是今天我们还要开4个小时的车去大峡谷，所以我们还是得早点起来。卷头发不小心把这里给烫了，今天又不小心把这里给烫了，痛死了。我们昨晚的酒店是在一个国家公园的旁边，今天开车出来准备去大峡谷的时候，发现这旁边的湖好美啊，特别的蓝，碧蓝色的。发现了一辆超大的车，这个悬挂你看一下，超复杂。昨天晚上在机场的时候买了一个这个，里面那个粉超好吃，就是超级酸。还有这个，把这个头一头咬掉，然后呢，然后这样子，它、粉会掉个怎么办嘛？没有了，很花很好吃，好吃，吃一下。还有，叫我。别吸别吸，好不好吃？搞笑你。Oh my god！ 坦坦你太大胆了吧？他真的都疯了，他真的是疯了。到大峡谷这边了，超美，好壮观呀！
么冲吗？狮子太慢。我的意思说冲进去。你不要冲，慢慢走。慢慢走就行了嘛。那你不要这样，好吗？狮子害怕呀。我也害怕。你别扶。那边有个比较好的位置，没那么危险，我觉得。对，这里有个人。哎，四川，你来感受一下呗。进到峡谷路口的时候，他们给了一张地图，然后这就是一些景点的地方。我们主要呢，今天就只去了一个是 Yucky Point， 还有一个是。Matter Point， 这两个都是拍照视野比较好的两个景点。这感觉像什么鹿啊？这是？哇，这鹿这好像马呀，好像驴有没有？马好多。有点像羊驼。有点像羊驼。羊驼。但不是羊驼。哦，我可以过去摸它吗？不要吧。不要吧。那你踢你一脚呢？踢我一脚。不知道是什么品种，这个很可爱。走了，耳朵长得还像驴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很像驴啊。大峡谷，我们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，现在到了佩吉市。因为我们明天的下一个地点就是去羚羊谷和马蹄湾边这个小镇，离那儿特别近。从大峡谷到这里一路开过来都没有什么吃的，就是有一家 Burger King 嘛，还有一些加油站的一些吃的。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，很多餐厅都快关门了。在 Yelp 上看到一家墨西哥餐，评论还蛮好的，所以呢我们就过来吃。他就送了这个薯片，然后沾这个有点番茄酱的那种，还带一点辣。这里的装修特别墨西哥风格。我们点了两份海鲜汤，结果上来这么大，好大的一份。吃完这一堆，啊，感觉有一点偏咸了，但是算墨西哥餐里面还可以吧，但是还是不是我的口味。早上好，现在是早上9点，一大早晨，因为我要洗头化妆，所以我6点半的时候就起来了。我以为我们起得很早，原来这么多人都已经开始下来吃早餐了。我们的早汤。我们今天去马蹄湾跟羚羊谷。对。然后我们现在从酒店出发，跟市南出来有一点好，就是完全不用担心行程安排，对，全部他都已经做好了。你说说我们今天怎么行动？我们现在先开去马蹄湾，然后在那边待一个小时，开过去5分钟对吧？对，然后呢？然后待完马蹄湾之后，我们开大概20分钟吧，去羚羊谷。羚羊谷？对。待多久？几点到羚羊谷？我们订的是 prime time， 就是12点正午的票，因为那个时候是拍照最好的一个时段。来到这边感觉就是一个大沙漠，然后绿色植物都特别的稀疏，而且都感觉上面蒙的一层都是灰，所以是绿不绿灰不灰的感觉。前面有一条小道，翻过这小山应该就是马蹄湾了。你知道这个地板上都沙子要怎么走吗？哇，这样子，沙子不会弄到你的鞋子里。我们翻山越岭来看你。看谁呀？看谁？我问你。看马蹄湾呀。跟你说，天气这么热，你穿不穿外套都一样，还不如穿。还可以防晒。还麦。对。看风景是要付出代价。哇，真的，我已经感觉到我脖子那一块被晒得有点烫了。你应该穿外套。哇，有点。哎呦！你小心啊！不嘛，你干嘛非要走进去啊？我们上来之后发现还有一段路要走，而且很晒啊。不过前面感觉是大坑。I'm coming up only to hope
you under. I'm coming up only to show you're wrong. And to know you is hard, we wander. 我们现在在马蹄湾的山顶，哇，这边真的很恐怖，我刚为了拍照。我坐在这个岩边拍 ，Oh my god， 真的是，风景是真的很美。我觉得不去大峡谷，一定要来马蹄湾，真的太美了，太漂亮了。但是拍照的话，真的要注意，有点危险。其实我胆子算挺大的，但是坐在这岩边拍的时候，我真的腿都开始发软。哇，这站在旁边我都觉得好怂，来过来，太恐怖了。And to know you is hard, we wonder.看到上面山顶的那个小帐篷了吗？那个小亭子，我们要从这一路一路走上去，翻山越岭。我们现在已经结束了，要有心理准备，因为从就是走那条山路起码要15分钟，然后来回的话一共是半个小时起码。哇，就走完我们好累啊，而且好热，汗都流出来了。就在一个休息的地方等他们点名叫我们，应该是点名叫我们上车，然后开去羚羊谷那边。这边工作人员说我们不可以带稳定器啊或自拍杆，因为之前杆子有捅到过小孩的眼睛好像，但是相机是可以带的。然后我们现在要跟大家一块做小皮卡。小稳定器也不可以，我操。对，都不可以。这真的有点，主要是杆子的东西都不做得下来。外面 one more， 你要坐外面，没有，是先上去再坐。我们现在坐小皮卡走了，现在到了下车，然后大家要排队进山谷。我觉得这里是我期待值太高了，这里没有那么就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。我才突然间明白为什么大家要戴墨镜、帽子，还有口罩，包得严严实实。原来不单单是因为防晒，还有就是因为你在山谷里面走，到处都会掉粉尘，还有沙子那些。你要是抬头拍照片的时候，它会有沙子啊、粉尘掉到你眼睛里，而且一开始期望值比较高，所以进去的时候用肉眼看的话，其实没有照片真的那么惊艳。但是如果要是你用手机加滤镜，或者是后期调色的话，那种拍出来会照片那个山谷真的是超级美的。你走过去拍一下，赶紧拍完之后就要走，因为还有很多人在等着排队，而且还有很多队伍进进出出的。如果你一抓到有位置的地方，一定要及时拍照，要不然就会影响到别人。就几乎进去都是要导游带进去的，然后导游就会跟你讲哪里可以拍照，哪里可以拍照。有一些导游还会教你用 iPhone 的话，那就调成 Vivid Color， 然后拍出来的颜色会很好看。